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这一次呢，要来玩五个我在哪游戏介绍。你将会绑架到五个不同的地点，你需要知道你在哪才可以获救。开始游戏。不好难受，我消息，我知道答案了，亲王。答案是啊？难道我在什么动物里面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知道答案了，亲王。黑糖、母牛、骰子，不知道哦。我应该是母牛。那就是骰子吧。诶，还有楼上哦，早说嘛，还有楼上。还有红色，我知道是什么骰子。成就方糖是咸的。诶，所以这是方糖哦。这怎么是方糖？这怎么可能是方糖？这是骰子。那这边我叫答案了。我叫是骰子。别太高兴，这只是第一关哦。那我这边呢，这一个是欢迎来到第二关。这是什么动物啊？这是动物吗？应该是动物吧。看一下，哟，怎么这边是肛门？请先往后看，小夫关心你。我看到了啦，这应该是一坨牛吧，一只牛。哦，我知道是什么了，原来是羊啊。非黑即白，应该是马生气了。黑色长发妹，好吧，这是便便，不管了，选羊是对的，对吗？哎呦，很厉害啊，后面还有三关，加油！这是哪里？哎，我连答题的地方都没看到，为什么会有水？马桶的，所以这边是马桶，为什么会有水流出来？怎么会红？为什么水又没了？这什么地方？哦，这边是马桶哦。哦，冲水耶！这是马桶，比我家的高级。这么优秀的排水功能，这一定是免治马桶，看不出来，我只好猜。下水管好脏，被冲得好爽，被冲得好爽。这是比我家高级的马桶，从马桶爬出来感觉怎么样？那就让我们来前往第四关。这是什么蓝色便便哦？这是大肠，这是外面，为什么？马里奥，马里奥手对面有东西 ，It's me Mario， Mario 成就手上的财富，哦吼吼 ，Mario 的壁纸，哈哈。我怎么修？哎，有啊，有指令方，很好。没东西的指令方块，我们只能手动到下一关去了哈。应该是这边的吧？这是什么彩蛋吗？这是巧克力。那么这一个是，这也是为什么？那上一个是什么？阿斯诺，眼睛这么长是谁啊？不管了，这是一看就知道是谁。哎，有没有成就啊？不管了。黄色建筑物是什么东西？是皮卡丘。快决定就是你的上吧。不是皮卡丘吗？阿斯金就皮卡丘好了，录了。他是第五关的第一颗头哦，他有好听的声音，他不穿裤子，他是谁？阿什。如果你喜欢这张地图的话，请留下一个大大的赞吧。白色的头，红色的脸蛋是谁呢？他曾经撞出创世神最强的武器。他是鬼太郎。对，就是啊，黑魔法大师，哈哈哈。嗨嗨，大家，我是谁哦？这个，刚刚到现在已经忘记了，恰可以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这次实况线到边结束。那么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